再进去的话，右拐有一只坐着的大怪。正常来说是你上去，结果被打下来，它触发的。那先把它清掉，清掉了，到时候它会阴你，所以呢，先把它解决掉。而且里面有宝物可以拿，魔法师套装跟结晶长老的戒指。然后有听到叮铃叮铃叮铃的声音，那代表说这上面有结晶怪、宝石怪，所以呢，可以的话先不要打它，因为怕宝石怪会跑掉。好，这边就这一只宝石怪。然后我们现在去找欧贝克。正常来说，这个不看攻略，谁知道欧贝克在那种鬼地方？他在那地方超奇怪的，如果你这边不小心滑下去，下面就有两只大怪。然后这边上来，如果你智力刚好有十的话，他就愿意跟你走。Well, this is unexpected. I don't often want to use. This is my if you have. How intriguing. Indeed, however, what champ clearly? So you want that in exchange? The form? Well, very well. You're no fool. I am Orbic. We will. 然后这边走慢一点，不要从这边下去，从这边拐过来有阶梯的地方，要不然你也拿不到这东西。虽然只是小道具而已。然后这边会有一只走法，是对面会有两个丢法术的小怪，而且蛮痛的，如果你魔抗不高的话。然后这边可以招那个傲娇骑士。但是你要先救出圣女才可以吧？好的，伊果正在被召唤中。只不过那个 NPC 伊果没啥用，因为他不太吸仇恨值啊，几乎都是我在扛，所以。打结晶长老的时候，尽量躲他的招式啊。第一阶还好，之后他魔法都很痛。二阶就是召唤分身，然后各种魔法连续爆炸，所以就是二阶的时候，看到哪一只就砍哪一只比较好一点。拿紫色水晶的是本尊，他魔法超痛。而且他会近战，会用刺剑攻击，那是跟踪型。正常来说，他每一刀都要闪，因为每一刀都很痛。不过我这个是后期。好，为什么分身要打？因为分身也是放魔法，而且很痛。有些分身放这种小魔法就还好。那有时候会放这个冰封巨剑，这就超痛。还有那个像结冰的突袭，那个被打到超痛，所以一定要躲掉那个。衣服真的没什么用，这一场战斗主要是靠自己闪躲啊。需要他这个 BOSS 快被我忙死。巨剑被打到头，不是开玩笑，超痛！拜拜，坐下。老者戴的面具有点像乌鸦女的面具，但是他戴的帽子，我觉得很难看啊，乌色的帽子太大一个啊，虽然他面具很帅啊。好，先点个篝火，然后把剩下的东西捡一捡吧，然后再去法人要塞。
我们再回来这里，因为这边还有东西没捡到。好，附个魔。 一端杖，只不过这边怪很多，稍微清一下。正常是昭义国去帮忙打，现在如果下去了，下面有两只怪，但是我现在要去拿那个精英小盾，不知道会不会清除这，所以还是把它清掉。回个血，好，拜拜。 还好仇恨没有联系到。哦，竟然掉一个渔火，渔火的话商人跟小偷都有卖，但是买完的话只能等到下次更新，他不会卖很多，所以渔火用很凶的人克制一点啊，因为我是那种可能全破的时候那种道具都没什么用的人，道具几乎满满的。 渔火是增加你的血量，然后可以连线，所以有时候你要连线，然后又没渔火，所以这个情况就很囧了。尽量是保留好渔火，非必要不要用，然后少死一点，虽然这很困难，这游戏不想死真的是太困难。然后这个地方下来有那个牺牲戒指。 好，我们现在去拿精英小盾，我有点忘记那个要怎么走了。精英小盾地图有点绕啊，我要想一下，精英小盾到底是哪边拿的？我几点北移啊？好像是。 想到，哦，是不是刚才那个牺牲戒指那个地方啊？这边是打结晶长老的地方啊，应该要回头去看一下，应该是牺牲戒指那个地方，刚才有个洞。哦，对，这里。 然后我们传回来，传武机之场，他也回来了。那可以跟他说个话，有时候会给动作，不一定 NPC 的话，那他的魔法全满没关系，因为他只要消费到一定数量的话，他就会送东西。那主要的魔法是密探，一开始的，因为密探很实用，从高处摔落不会损伤，加上。 可以消除脚步声音。
但是一定高度就会摔死。逆探的话，智力要一些，所以不能太低。先买这样，还是全买好了？全买好了，反正钱够。那我们现在来瞅法兰要塞的地图吧。先点两座篝火，因为前两座比较简单。这座地图的话，尽量带着匕首去跑会比较好，因为有些地方太深会跑不动，但它战技可以让你快速移动。这个地图用翻滚都不方便。我们这个地方是拿面罩的地方，已经拿过了。尽量走有篝火的地方，萤火的地方，像这样，然后这个地方有东西拿。这地图很恶心啊，走那个沼泽地会中毒，会累积上去，积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开始中毒。除非你有奇迹或者是解毒剂，然后这边有元素碎片。哦哦哦，来这里的话尽量穿防毒的、抗毒的。这边吸金鬼打法就是先给他打一打，然后再戳他一下，然后赶紧滚，用戳的，哎呦，他还有多一下，正常让他伤害两刀可以让你回家。前期吸金鬼算很强的鬼，打个两三下就得回家，刚才忘记拿这边。这边有个盾，然后东西都拿了之后呢，我又忘记了一个东西。这边可以拿到一个道具。哎，不是这个，我要用圣灵的战技，因为它是慢慢回血，然后中毒是慢慢扣血。但是要拿着零的状态才可以。好，就这个，这个东西拿给老爷爷的话，它可以强化其他属性。那从这个地方上去呢，就会有第一座烽火，你要去熄灭它。但是上去的好像有两只，所以上去的时候走慢一点，不要两只都吸引到啊。是个解毒剂哦。上，
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我要用这个声音消除声音，是因为这个慢慢靠近它还是会回头，然后这一只是里面第二恶心的怪，因为它会跳起来攻击，全部都跳起来攻击，而且它会帮你洗头，所以俗称洗头哥就是它。洗头很凶啊，如果不是血全满的状态，可能会被洗死啊。然后这边会有两只，尽量把它引过来，要不然到那边不好行走，然后你又被它攻击，所以会很烦。先把它引过来。Hello， 动作有点像狗的动作，但它没有狗那么快。这只怪应该是这里最弱的怪吧？正常还有一只啊，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好，那我们先不管，我们先过去好了。装备的匕首，这边还可以跑步。到比较深的地方，哎，这边就不好跑，所以就用战技滑上来。滑上来之后等那两只来，等它上来，尽量不要锁点。因为它很飘啊，这只怪左右侧移很凶，所以你锁点不好打。啊，这边就有一把武器，然后对面也有一个东西可以拿。那只怪感觉不会过来，应该不会触发它吧？没关系，我们先上去拿东西好了。用这个会稍微消耗那个战技，但是也还好。而且战技蓝色格用完之后，他还是可以继续用他的战技，只不过威力没有那么强。这快速移动，好，比较浅的地方就可以用跑步了，就不用战技了。再来是去点第二座熄灭第二座烽火，这边上去的话会有一只怪。不过没有很强，然后那只怪解决之后把烽火熄灭，前面又有一个篝火可以做，应该是这座地图的最中间的篝火吧。好，附个魔，这样上去比较好打一点，虽然本来就很好打，其实很猥琐啊，躲在角落，你上去没看到他，他直接从背后偷袭。好，再帅气的熄灭他吧。这感觉有点像什么啊？有点像，那种去熄灭香的那种灰烬的感觉，真的很像烽火。这不是我在讲。第二座熄灭，我在想啊，这不能自己。直接跑到大门前，直接用火把全部三个点起来就好了嘛。可能上面的烽火也要熄灭才 OK 啊。还差最后第三座，因为第三座比较难一点，所以还是要去。来喽，来喽，来喽。那这边有三只，一只一只引也可以，也可以直接过去，如果你有把握的话。因为篝火就在前面，所以官方很恶意啊，放三只怪等着你啊。这种拿盾的还好，因为他的盾不是铁盾，他不能完全物理防御，所以你还是可以把他打死，硬 A 打死，但他伤害应该比你高。然后最后一只是喷毒的，所以还好。你看，他不能完全防御物理伤害。在桥上，尽量不要在桥上打，因为下面会有两只怪吧。没记错的话，他不会过来吗？哎，会，可能是拿刀跟喷雾，喷毒雾的，把过去 K 死，点个篝火，哎，这样就轻松了。来喽，篝火，点了就好。也可以做，
做下去怪都全部刷新，看你的元素瓶够不够，不一定要做下去，因为点了它就有记录了。然后这边下去有一个楔形石吧，就强化用的。过去对面会有一个重要道具，只不过那里面很多像鼻涕虫的东西，他们蛮怕火，所以可以用火焰壶砸死，但是不要锁点，因为锁点的话不能直到全部的，这个不锁点就有点困难。哎，好像不错，这一发全中，好像只剩一只了，那进去砍，拜拜，鼻涕虫。这可以增加你的元素瓶的恢复量。好的，然后上来这里之后呢，先不要进去这个门，虽然也可以进去，先来这边，这边有个梯子，然后这边也是宝石怪，把它砍死，就拿到一个。然后这边呢，隐藏门，隐藏墙壁，拿到一个骨灰，那个骨灰可以交给老婆婆，然后就可以买楔形石碎片。再跟老狼订个契约，回复个东西。好到上面呢，因为没有什么毒的状态，所以稍微换一下物理装备，因为上面有一堆小怪，然后一只老恶魔，离群的恶魔，然后上面呢有三只宝石怪，所以动作要快，因为这一只打死之后另一只就会开始跑了，所以一定要快。好，再来这一只，这两只解决掉就可以拿到大楔形石碎片，然后这边有一个猎龙枪的奇迹，然后这边有个盾，防火的，火抗比较高一点。然后这一只怪，这只宝石怪不好打，不好打的原因，因为会这样，走开，我的宝石怪，别跑，坐下，啊，好险好险，来乱。有没有搞错？这只小怪有点凶啊！先把这边的小怪清掉，因为上面有一个提灯的。如果你不把这些清掉啊，到时候你上那个楼梯的时候，那个提灯的会
吵醒他们，所以先处理掉比较好。算他们伤害也还好，应该都清掉了。哦，这边有根拿矛，好，剩你了。上去之后应该就没什么东西，所以就跳下去吧。打离群的恶魔，打离群的恶魔呢，他打法就不要看我了，因为我八成又是硬 A 的。我血比较少的时候会认真打，不过这个血量，他的攻击就是前挥吐炎，然后跳起来泰山压顶，就这样。讲的好像很简单，但我都被打到了。哦呦，还有一个抓，忘记了，这个拿住没办法。你 L1 R1 连按，可以快速挣脱。Oh bro，打他的前滚，然后他跳起来要泰山压顶就后滚，就这样。这样我都没有做，乱挥一通。打完他可以点到灵魂，然后这边可以点鱼火。哎，一把巨斧，又是一个鱼火。这里就差不多可以回家了。你可以用返回骨片，或者是回去坐电梯。我回去坐电梯，然后坐篝火吧，省返回骨片啊。这套还蛮帅的，黑暗骑士的装备，只不过不好刷。全身上下都是血。好，再来就做个篝火。